都很累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刚才惩罚是很成功的。然后感谢江雪谦，他真的是，虽然他含蓄没有剪感情影片，因为他在优惠。然后我要感谢翟伟，他就是一个平常嘻嘻哈哈，然后跟他聊认真的时候还是在嘻嘻哈哈。对，然后还有许嵩，他就是一天到晚都在讲雨萍怎样，雨萍怎样，就是例如说我讲一句很尴尬的话，他就说哦，那雨萍怎样，就是化解我的尴尬，所以我可能还是要感谢雨萍。然后，反正从头到尾，哦对，然后还要感谢友社，感谢每个友社，然后就是因为有你们，然后我们高一高二办了好多活，就是我们办了好多活，然后就一起过，然后感谢我 partner， 他真的很棒，对，然后，好像就这样子，然后我知道麦克风传过去。我惩罚也差不多结束，然后我还是不会哭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世荣。然后我想要先感谢我的家人，对他们愿意提供我那么多资源，让我学习音乐、学习排球。然后对，然后我现在也很少时间回家吃饭，真的有点对不起他们。对，一个礼拜回家一次。然后我想要谢谢，一个我从幼稚园认识到现在的朋友叫陈宇婷，然后他今天有来当我们强手，我真的非常的喜欢他。对，不是那种形象嘛，对。然后真的很感谢他，就是从小跟我到现在都同一个学校，然后互相帮忙，对。然后我想要谢谢戴世君。牺牲了一年的学业，帮助我们社团。哦，一年啊，一年，他高一蛮厉害。对，希望你高三能拼起来啊！希望你高三能拼起来，然后数学对三角函数可以问我。然后我也想谢谢吴宇轩，他牺牲了不少东西，比如说成绩推掉啊，然后健康啊，只是为了我们这次惩罚还有上次的声音就。真的很谢谢他帮忙很多，然后我想谢谢张思源跟翟一伟，每次团练的时候都在后面跟他们一起看影片、打游戏。如果没有他们，我真的团练都会很无聊。然后我想谢谢孟芬老师，愿意来带我们这种不会自己练乐器的团。对，这种团真的很难带啊。好，然后我想要谢谢吴元佑、张建斌跟王品君，愿意来看我的表演，然后还有谢谢孟珍，愿意当我韩训队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。加油哎！还钱。我没有欠钱，其实我是公关兼活动，可是我好像没有在做活动的事情，因为活动听起来很废，我也不是一个好公关，因为我到现在还是没有跟一些有色的公关动手，然后有色一些人看到我还叫出名字，然后。对，学弟我也叫不出来，我分不清楚谢宏庭跟洪令翔。我也是。然后我要，先谢谢我这边这两个小号组的，对，像他刚刚讲的嘛，我们每次团练都在那边看影片，然后看到就假如看美食频道，看到炸鸡啊，他们吃炸鸡，晚上就去吃肯德基。然后还要谢谢吴宇轩，他每次带团。不如带团，再讲一句。哦，讲错嘛。然后就是他惩罚前就开始有点，他可能开始紧张了，然后就开始有点对发神经，然后有点发福。没关系啊，我知道你那样凶都是为我们好嘛。然后再来，我不想谢江雨晴。因为他都
打都雷我，然后公关大会也说他要写论文就放生我，然后还跟学姐幽会。好啊，那你还是很辛苦啊，你退休后就可以跟学姐幽会了。啊，谢谢戴德君啊，虽然我一直嘴你奶头毛很长很恶心，还会流手汗，嗯，但是你真的蛮辛苦啊，你跟我一样也是整个学业都不见了，都是埋头在社团里面。我没有。嗯，对，我这两年根本就是整个塞在建管线里面啊，我跟班上同学都不熟，几乎都不认识。对，对，玉明一可能不太记得我跟他同班。然后我想谢谢高进，算他有来吗？他没有来，然后他考职考，他你看他现在，他要念书嘛那么累，然后还帮我们追国赛，还有那边很多四二的学长又来帮忙，真的谢谢你们。还有我要跟四四学弟说抱歉，你看你们就连歌伟一只小号还有陈介豪两只铜冠，你们自己加油。然后最后我要谢我没有没有不最好还不是最后，我要先谢谢那个某友社的社长，因为他会一直听我讲一些垃圾话，然后情绪又不好，我快哭了。我想哭。好啦，要超时了啦，好谢谢我妈，因为我要哭了啦。哦，好了，就谢谢他了。我脾气不好啊，然后我就一直凶他，我还家庭革命，白痴哦。嗯，就这样。